不是，这又是谁退的款呀、啊？我差不多有七天没有直播了吧？我竟然又被理财退款200多了，我真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晚哥啊，当主播也有3-4年了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给自己放的小长假。在放假的这几天呢，也是玩的非常开心。那么好，玩归玩，现在我已经回归正常每天直播。晚哥本次回归，给你们准备了50份紫色橡皮 CDK， 就是这个 AN94 的情侣守护。这橡皮我感觉还行吧，枪身被一只神兽围绕着，属于是贴膜枪皮。到时候还会和巨人淼一起玩所有赛四连防或者排位赛，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来试试哦。